啊，救命啊！米浆太薄了。你看这个整个完全不行啊，这一块。被黏住。这个厚薄不一样，真的很难弄的。救命啊！这还能卖吗？天哪！59.8可以吗？59.8不行，不行了。刚哇！今天晚上10点，请问今晚住谁家？就在东森超市33频道。